糟了，乔冉小姐找到了，她在哪？乔冉在精神病院，她为什么会在精神病院？我现在就去接她。我不会再让你用这件事情去动我了。这件事你本来就是，你已经使用二十，现在该是我们的时间。乔冉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 谢谢啊，对了，唐医生，我现在醒过来了，是不是就代表我的第二人格已经死了？是的，你能醒来，说明他已经消失了，而且是彻底消失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把他杀了。哎，对了，乔冉，这是你的第二人格，留给你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 这些照片是他偷拍的呀！但是都快狂！不是，这些都是跟他发生过关系的男人。什么？这些都是？他只出现了三个月啊！这撞了这么多男人啊！他似乎给每个男人都编了编号。1号、2号、3。 108号，他可真是个海号，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的。他似乎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消失，所以给你留了这么一份惊喜。惊喜啊，确实挺惊喜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就算他给我埋了这么多雷，又能怎么样？本姑娘可是扫雷专家。啊，对了，乔冉，他招惹的这些男人。 有点因爱生恨，隔三差五就过来堵门。你出去以后可要当心点。谢谢啊，唐医生。乔冉，跟你说话呢。薛骄阳？难道韩冰那个渣男也是108个男人其中之一？乔冉，怎么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呀？该不会是？ 被我抢了男人，伤心疯了吧？像韩冰那种垃圾被你抢走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个穷鬼，就能嘴硬。让开，你挡到我车了。哎呦，你怕不是得了妄想症了？这台豪车呀，是我的。我说的是你这辆破车。 后面的人，不能！你怎么可能开得起7万的豪车呀？徐骄阳，我可好心劝你啊，你最好呢离这辆车远点，不然一会儿你刮花了，可赔不起。 告诉你，我的车是后面那辆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敢骗我？谁他妈的在找死？敢砸老子的车！哎呀，徐骄阳，你好像又遭了罪了。你竟然别走！砸老子的车，我的不耐烦了啊！我不是他，我不知道这是您车。 我钱，我有钱，大哥，我赔你钱行吗？老子不缺钱，再有下次，剁了你滚！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喂，韩冰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召集你的那帮小队过来，我要弄死乔冉那个贱人！
乔然，教唆他人欺负骄阳，我命令你跪下，给骄阳磕头道歉。磕头道歉？你做梦吧！韩冰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给我打，我死里打！行，乔然，那就对不住，给我杀！乔然，耍我是吧？我让你十倍奉还！韩冰，给我把他舌头断！你真的真的真，你放开我！哎呀，骂吧，很快啊，就发不了声音。乔然，为自己最深爱的男人割舌头的滋味，我好受吧？动手啊！韩冰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准伤他！来救我吗？他妈的，敢管老子的事儿，少死啊！啊！哎，小明，不杀！看谁打！大哥，我的女人我自己保。这又是谁啊？大哥，你们俩是亲兄弟？同父异母亲兄弟。乔然，过来，别离那家伙那么近。敢跟我抢女人，你不想活了？大哥，别的我可以不跟你争，但你敢染指乔然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她本来就是我的女人，是你不准肖想她。哎，两位两位，大家都是亲兄弟嘛，何必弄枪弄刀的呀？那往那儿去，这俩呀才是真正的。算了，乔然，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份上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。得罪了我的女人，不见血能放过你？这几个杂碎我来解决，还轮不着你动手。乔然是我女人，她的事你少插手。连医生不去就此负伤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来替我的人收拾烂摊子。我倒是很意外，宋总你也在这儿。我特地过来看看，是哪几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欺负我的女人？你的女人？当然是我的女人。明明是我的，宋丹青。你一个毛头小子在这儿凑什么呢？哎，满二十岁了。姓连的，我已经满二十岁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不仅勾搭了我，还勾搭了宋氏两兄弟。冤枉啊！我是真冤枉。我不能说。所以，我跟这两个碍眼的东西，你选谁？那个，能不能都不选？不行，你必须选，而且必须选我。那个我，哎呀，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不管了，先晕过去吧。我晕了。我看看，滚开，不准碰他。这是起开。哎，不是，我是医生。哦，什么情况？他怎么了？这不会指出我中晕了吧？乔然，她怀孕了。乔然，她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乔然怀孕了。你确定吗？质疑我？我可是世界顶级的神医，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干什么？跟我回家，我要当场验。啊！不是，哎。
大哥，你干什么？你别伤害小冉！大哥，董事部，开门！你冷静一点，你要是敢伤害小冉，我连你家也不是吃素的。开门！爷，现在就让你们当着我面认。你有病吧？看来我们想要帮你们。陪我认。陪我认。我自己来，转过去。 乔冉，你坚持一下，锁匠师傅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能开门救你。乔冉，乔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连我人事不两立。宋师母，你不缺控制乔冉，找死！大哥，乔冉是我女朋友。哎，这两道杠是什么意思？ 我要的爸爸，我要的爸爸！乔冉，我现在就向宇宙所有人宣布，我们要订婚的消息。乔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乔冉，孩子是我的，你要和我结婚。等等，我觉得，我觉得，我得去冷静一下。乔冉，孩子必须是我的，孩子是我的，一定是我的。好，既然咱们都不知道孩子是谁。 去做个亲子鉴定就知道了。许愿。乔冉，你想知道孩子生父是谁？我当然想知道了。既然这个孩子来了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生父，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孩子怀孕8周，静脉抽血，1天就能出血。 好，1天足够为乔冉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。乔冉，你放心，只要你选择了我，订婚仪式结婚典礼一样都可以。乔冉，嗯，如果孩子是我的，咱们马上结婚。等结果出来了，孩子是谁的，我就跟谁结婚。必须是我的，肯定是我的，一定是我的。 500盒石粉和盏灯，总价值绝对过100亿。这座金山最宝石，果然是情比金坚，真心可见呐！ 1000年灵芝，有价无市，美珠难求。这一座灵芝山是最珍贵。一个新娘，两大财阀，3场喜宴，真是活久见了。我们今天能吃上谁家的喜宴？你们云新娘子肚子里的孩子？哇！这是什么样的绝世美人？能被云珠巅峰上的3位大佬争抢？是啊。 这新娘长得到底有多绝色呀？来来来，快看！郑总，这么重的人？好了吗？我不想被人当成动物一样围观着，要不？ 等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我再说见吧。亲子鉴定结果马上送到，你哪儿也不用去。夫人，我来了，我妈也来了。张总，您好，我是乔冉。乔小姐，不必装乖巧，山鸡就是山鸡，变不了夫人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闭嘴！鉴定报告出来，男子若不是女的。 你必须跟这个女人马上做绝活计，绝不可能！妈，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。恩哥，别碰我儿子。亲子鉴定结果在这儿。亲子鉴定结果在这儿。袁医生，您就直接告诉我。 这孩子的生父是不是我儿子宋丹青？妈，赶紧听说，一定是我的。乔冉，你希望孩子是宋丹青吗？孩子如果真的是宋丹青呢，我当然可以啊。儿子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个贱女人她打的就是母凭子固的如意算盘。妈，你别再挑拨我和乔冉的关系了，不管她是什么人，我都喜欢。儿子。
我失望了。袁医生，赶紧宣布结果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乔然，你自己公布。妈，孩子是我的吗？你不敢看，我来帮你。说什么？我的是一手杀手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孩子的心腹，孩子的心腹不是你。不，他不可能，孩子一定是我的。乔冉最爱我。他都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，你怎么还不死心？那又怎么样？只要乔冉愿意嫁给我，就算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也能视如己出。简直是胡闹！来人，把二少爷给我压下去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他出来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妈，我不走！妈，能放开我不走！石墨呀，我是没有权利约束你，可是这位女人啊，她跟你比起来，相差千万个档次。宋太还是管好自己的儿子吧，我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来人，把二少爷的立牌给我撤了。孩子和我的鉴定结果给我。宋师母，你真的想吃吗？别废话，结果给我。乔然，我和宋师母，你更希望谁是孩子的母亲？废话。田木安，这是孩子和你的鉴定结果。田木安，你也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是，孩子的生父确实不是，但我也不会公平你。我不在乎你的公平。来人，把连医生的立牌也撤了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连医生不介意的话，可以留下来喝杯喜酒。这酒怕是喝不成了，那连医生请便。所以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宋时墨。连医生，你不要太羡慕，毕竟我跟乔然的感情是你比不了的。他短期内招惹了那么多，他那么多钱，又会对谁生气？哦，不一样，我跟乔冉十五年前就认识。十五年前？对，十五年前你救过我，还记得吗？站住！玉华。哎，来了。站起来，快去！难道你就是那个受伤的少年？难道你就是那个受伤的少年？对，我就是那个少年。原来是你啊！对，我找了你很多年，所以今天不管有没有这个孩子，我都会给你结果。你是说要以身相许啊？对。以身相许，白首不离。谢谢你啊，虽然很意外你是这个孩子的父亲，但更意外你就是当初的那个少年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是，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，其他人都是过客，不了。虽然你和乔冉有这一段感情，但是我认为有些事情咱们必须说清楚。连医生，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明白了，你还有什么要问？问乔什么？问我什么？孩子到底是谁？孩子当然是我的。乔冉，你说孩子到底是谁？孩子不是宋时墨的吗？当然是我的。宋时墨，你就不看看鉴定结果？你跟宋丹青都不是孩子的父亲，这孩子是我的吗？这么自信？当然，连医生，我理解你的不甘心，但我跟乔冉
马上就要订婚，你再纠结这种事没有意义。嗯，林医生，把孩子和宋时墨的鉴定结果给我看一下吧。宋总，你看看不看，结果都一样。林医生，给我吧。宋时墨，我说过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孩子的生父，我只跟孩子的生父组建家庭。我就是孩子的父亲。没事。瑞能，你跟这个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怎么可能？小人，孩子到底是谁？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。父亲，你怎么来？我来结束这场闹剧。石墨，我是管不了你，可是你父亲的话，你要听上两句。我换了鉴定结果，就等着看宋石墨和宋家决定。宋太，你的手未免伸得也太长了些吧？石墨，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个骗子。父亲，我不管她怎么样，我都要她。那你就问问她，看你在她的池塘里是那108条鱼的其中哪一只。什么108？什么108？那你就问问她，看她究竟招惹了多少男人。怎么，不敢说是吗？好啊，我来说。这些是？这些都是跟这个当铺有关系的男人，连你在内，整整108个。108个？真是伤风败俗，背信扬光。释放一下。我活着回来的代价，就是承担第二人格作恶的后果。招摇撞骗居然骗到首富头上，这你骗子气了。明天的骗子就是过街的老鼠，被云州他都待不下去。明天，叫你缺德女人就被一头撞死。阻止我举报！为这件事，谁敢说出去，就是若宋时墨为敌。众位嘉宾，今天就当我们宋家大家开了个玩笑，希望以后有时间再和大家把酒言欢吧。啊，今天就请诸位暂时离开吧。小李，这些男的到底是谁？我不认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男的不是你找人的？应该是我找的。为什么？你招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招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忘了。对不起，宋总，林医生。以前我胡作非为，招惹了很多男人。我和你们之间的错误，就到今天结束吧。结束在今天，什么意思啊？宋总，您不是孩子的生父，我说了，我得找到孩子的生父。乔然，你不能离开我。你说什么？石墨，这样一个当铺，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？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我不会轻易放开他的。石墨，你好糊涂呀！他就是利用你这一点，才敢在外边这么伤风败俗。你住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宋石墨。为了这个荡妇，你连长辈都不尊重了。宋师母，你父亲他可是为了你好，你可是堂堂的世界首富，你娶这样一个伤风败俗的女人，你这脸上不好看。我脸上不好看？这不是宋太最希望的吗？你给我住嘴。宋师母，如果你还非要一意孤行，那我也有万千种方法让这个女人消失。父亲，你若敢伤害我心爱的人，我就怎么报复你心爱的人。你这是孽障，孽障！你这是孽障，孽障！你翅膀硬了，
你这样反抗父亲了，你！你父亲有什么在家名字？我跟你没完！爸，你没事吧？连医生，你快过来帮我们看看，我爸怎么样了？伯父急火攻心，情绪激动，最近需要静养。我没事，没事。好了，伯父，宋总，订婚的事儿既然被搁置了，我就先带强忍回家了。你凭什么带他走？宋总，还是先处理你自己家的家事。宋总，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以后希望宋总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行了，我说过，有没有这个孩子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我要的是你。宋总如果只是想报恩的话，那就请帮我找到孩子的生父吧。孩子的生父有那么重要吗？我也可以是孩子的父亲。对于孩子来说，他的生父是谁很重要。乔然，我找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开我。乔然，别走！乔然，别走！宋总，你还是先带伯父去医院。哎呀，等我！爸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亏你心里好，有我这个父亲。爸，奉旨送您去医院。你去忙吧。忙你吧。那100多个男人都找到了，根据照片都查到。乔然真的跟那107个男人都有关系？那倒没有，真正跟乔然小姐有关系的只有宋武明，还有单亲少爷连木安一省三人。哦，看来亲子鉴定被人动了手脚，我得再去做一次。关于亲子鉴定被换的事情，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了。好，那其余105人都是干什么的？那105人一些是酒友，一些是牌友，还有一些觊觎乔然小姐的美貌纠缠他们。他倒是一天天不闲着。宋总，这些人要不要除掉？不用了，以乔然的口吻给这些人写一封信，告诉他们乔然要跟我订婚的消息。是。哦，对了，随信附带一把折叠刀，复言一刀两断，余生不尽。哎，随信附带一把折叠刀，复言一刀两断，余生不尽。是，宋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我得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连医生，我可以自己回家的，您不用担心我。乔然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做孩子的父亲。我不介意，但孩子介意。连医生，我是个孤儿，我比任何人都很清楚一个孩子对于家庭的渴望。孩子还没出生，我们现在结婚也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庭。连医生，谢谢你啊，可是我必须尊重这个孩子知道自己亲生父亲的权利。希望你早日遇到良缘，和我母亲。小冉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什么？亲子鉴定结果被人调包了？好，也就是说，孩子的父亲可能是我，我得私下再做一次。108个男人，现在才排除了3个。这剩下的105个，到底谁才是孩子的父亲？徐骄阳，我和韩冰的单身派对，你不会不敢来了吧？咱俩关系之间这么恶劣，我不去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不敢来，是怕在现场遇到那些被你聊过的男人吧？我聊过的男人？好。我一定准时的，说不定孩子的生父就在那。到底哪个男人变了个妆容？乔冉，乔冉，你真的来了？你
莹莹，好久不见啊！说什么饭？上周末才见了。对呀、啊，我问你啊，不是说你要结婚了？结婚？对呀。别瞒了，你那封群消息在朋友圈都传遍了。群消息？我不知道有什么群消息吗？你和前任绝交，要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绝交信，难道是假的？烟雾弹？什么烟雾弹？哎，反正不是真的。我猜也不可能嘛，女帝的快乐你最懂了。我懂。知道真心了吗？哎，这是薛骄阳和韩冰的婚前单身派对，他居然把你叫来这个修罗场。一定没有好戏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担心的。韩冰怎么着也算是你的前任，之一。现在是薛骄阳的现任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。前任？哎呀，那都多少年前的旧事儿了。是旧事儿，可是那一段儿在他心里过不去啊。乔然，你还真敢来啊！还真敢来啊！你都敢邀请我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讨厌。你也和以前一样没变吗？还是那么的小肚鸡肠。你，我今天不跟你计较。哟，一个人来的呀？那天为你出头的那三个男人呢？喂，是不要你了吧？那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们呀，好得很哦。好得很会让你一个人来。啊，不愧是你的男人都是空有其表，实际上都拿不出手吧。叶骄阳，你是第一天才认识我，我哪个前任拿不出？呦，成前任了，这是又脸了。所以你要结婚的消息是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对你有担心吗？确实，不过像是你这样的人恐怕很难有一条吧。哇塞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难不成你觉得有人娶是些官要门楣的好事吗？再不怎么样也总比没有男人要强吧。我的天哪，我没男人要，追我的男人从这里抬到了法国102号美男子，那我都不去搭。谁信啊，生离分文的哭啊。要不是因为仲裁看中了500万，怎么可能会有男人围着你转。哎，骄阳，当初韩冰围着乔冉转的时候，他还没有中奖。骄阳，韩冰，乔冉来了，一个人来的。哎呀，你之前满世界的散布消息说要结婚了，怎么，未婚夫没有来啊？韩冰，那些消息都是假的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要你？韩冰。他那些消息都是假的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要呢？假消息？之前中了500万，每天换男人如衣服呀。前两天还有三个男的帮你出头，呀，这才没几天就被打回原样了。韩冰，乔冉刚刚还说呢，说有50个男人求着他挑呢。这钱都挥霍没了，人还在做梦呢。洋洋，全世界都知道他中了500万，可是没人知道他没钱了。或许还有那么一两个小白脸儿，一直被你骗着吧。你好聪明啊！哎呀，乔冉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最该庆幸什么？来，兄弟。我最庆幸啊，就是趁早放弃了。哇哦，那还得感谢你识趣啊。你一没钱，二没地位，喜欢装，明明喜欢着我，却要各种端着。喂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喜欢你，我是眼瞎了吗？你就嘴硬吧。小冉，你现在看我和韩冰要结婚了。特意透露出你要结婚的假消息，我说你能不能活得现实一点？他这做过几天有钱人的生活，想要回到真实，还穿高定，这不会是你3个月生活费租来的吧？
这是包定了？哎呀，这是我从衣柜里啊随便挑一件。谁信啊？这个牌子都是百万级，就凭你一个只有中彩票才见过500万的穷逼，你穿得起？他当然穿得起。他当然穿得起。乔冉衣柜里，这牌子衣服有上百件，也只有你们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底层人，才会觉得这种街货多上档次。你是什么人啊？这样的话，我啊，是乔冉现任男朋友。啊，你不就是那天替乔冉出头的那小白脸吗？看来你还被蒙在鼓里啊。小帅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乔冉现在呀，没钱了，他是个穷逼。我看你们才是穷逼。小帅哥，看看我给我男朋友买的纯金手表，价值好几十万呢。哇哇，这个专柜买的，货真价实的黄金。亲爱的，你快把表收起来。什么有些人呢、啊、这眼红了。乔冉，你给你男朋友买什么了？拿出来看看呢。他一穷二白的能买得起什么呀？那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。你送手表是吧？这个是乔冉上个月刚做，百达翡丽不贵、就百达翡丽。百达翡丽他怎么可能买得起？一定是假的。就是。是一定是假的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们两个跪下来，叫我爸爸。好，如果是假的，你就跪下来，把这里所有的人叫一声爸爸。哎，一言为定，这手表上有编号，我可以打电话确认一下真假。好呀。我靠，是真的。真的，这就是价值500万的百达翡丽。现在你可以叫爸爸。不可能，这块表啊肯定又是租的。言而无信。那你要不再顺便看看他这衣服、鞋子还有这些项链啊？对，价值3000万的帕加迪限量。这个人车只有这一台，这个小哥都没地方租个车呀。帕加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能买得起3000万的超跑？说了，我是乔冉现任男朋友。这表和豪车当然都是乔冉的。这些都是他给你送的？这些都是他给你送的？当然，不然我一个刚满20岁的大学生怎么买得起？啊，还是相识而至啊！听你的。乔冉，这小狼狗真是你家养的？我哪养得起他？可他自曝是你的现任哎！我们朋友只是朋友。乔冉，你明明说要对我负责的，怎么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啊？我还怕你比你还小，你先说啊。怀我过月的时候没想完。小祖宗，这种话怎么能在下地广众的下地广众？好，那我们回家。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你的新欢？这是，当然是了。乔冉给我送那么多贵重礼物，我当然是他新欢了。怎么可能？乔冉，你不是只送我500万吗？怎么买得起豪车？谁说乔冉才中500万？明明是500亿！啊，500亿！500亿！500亿！真的吗？500亿！我梦都不敢做这么多的。你是幸运女神，你想要的东西都能。神奇，真叫人羡慕。你们说大话也快闪了舌头！500亿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你？
你说的太多了，确实不知道。乔雅，你自私、拜金、虚荣、说谎，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现在何必在这装呢？那你这个丑八怪，少来一己度人。乔冉真诚善良，明明就是你嫉妒他。他真诚善良，我说你个小白脸啊！乔冉的500万早让他挥霍空了。说了是500亿。这世界上有几个人中过500亿啊？那世界上有几个人中500万？那最起码500万和500亿是天壤之别，好吧？乔冉有中500万的实力，那就有中500亿的运气。乔冉中了500亿，你们信吗？你信吗？我不信。我才不信，他肯定有假的。乔冉要是没有那几百亿，怎么送得了我名表、豪车，还有那些奢侈品啊？乔冉，难道你真中了500个亿？乔冉，你真的中了500个亿？是吧？500亿，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的。乔冉，其实当年离开你啊。我也是有原因的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我这个卸任大活人还在这儿？我在跟乔冉说话，你别让开。你让开！你要是敢觊觎乔冉，我让你在明府待不下去。你一个被人包养的小白脸，还敢威胁人吗？当然，乔冉现在有的是办法，让你在明府相处。你靠乔冉来威胁我，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，以前是你待在他身边，现在是我。乔冉，这个小白脸你选一个吧。韩立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什么意思？我不在乎你花心泡夜店，只要你能回心转意，让这个小白脸滚蛋，我还是可以回到你身边的。韩立，你在说什么鬼话啊？我之前不会选择你，以后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哪点不比这小白脸好？你连他的小指甲盖都比不上，有什么可比性？你连他的小指甲盖都比不上，有什么可比性？自取其辱，就是个小白脸，让人包养只认钱不认人，他除了这张脸他还有什么？瞧，白帽、大长腿、腰好、瘦体力好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我以前不是这么肤浅的。我一直都是这么肤浅的人啊，不然你以为我拒绝你是因为什么？乔冉，竟然舍得侮辱我！你要不要看看你？你再看看他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小冉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！够了，韩冰，如果云城但凡有个人中了500个亿，你觉得咱们能不知道吗？你竟然能相信他跟这个小白脸的话？的确没听过。就是啊，就是他这个骗子，骗了咱们所有人。小冉，你个丧心病狂的骗子！你这么激动，难道是因为刚才暴露了你丑恶又虚荣的嘴脸？你竟然敢欺骗我，你去死吧！骗子，你竟然敢欺骗我，你去死吧！再动他一下试试！敢再玩一把撒野，看你不见不打的你满地找牙！好啊，刚好让小爷练练拳来。别冲动，你冷静点。这场梦会自动退出，醒来后挽留你脚步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你？你退后，我来收拾。来啊，来啊！小白脸，你完了！古董，古董，知道吗？10辈子都赔不起。他叫经理来，把小子给我铐了。
等着，完蛋了！喂，我刚才砸的可是古董。哎，你没事儿，有钱。哎，这可是帝豪酒店。酒店的幕后老板是全球富豪宝滴滴的宋石墨，你有钱，哼，宋氏财阀最不缺的就是钱。乔然，你完了！乔然，你完了！宋石墨，对，全球第一财阀，全球首富宋石墨，这不巧了吗？你们猜？他是谁呀、啊？一个以色事人的小白脸，你还能给他编出什么多了不起的身份吗？确实吧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身份，就是刚巧啊，他呢，就是那个宋石墨的经理，就他。乔冉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？这比你中500亿还假，假的离谱。可是他确实就是宋家的二少爷宋丹青啊。乔冉，我现在就叫张经理当面揭穿你，狠狠地打你的脸。好，那你去家家试试看吧。乔冉，你是料定一般人是接触不到这顶级酒店的管理者是吗？哎呀，难道你认识这家的老板宋石墨啊？宋总那样云巅之上的人物，怎么可能是一般人就能认识？不过我有物尽其中央之方向，经理，经理一样拆穿你的谎。一个包厢经理而已，他的话有什么可信度？经理的话可比你这外人的胡说八道要强。亲爱的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把经理来。张经理啊，就在那里。张经理啊，就在那里。那要是你叫来的这个张经理，如果真的能证实他就是二少爷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得跪下来叫他声爸？他要是宋家二少爷，跪下来叫爷爷都成。哎，薛景阳，这可是你第二次说这句话啊！一会儿你跟他作威作福啊？谁敢冒充他宋家二少爷？啊，张经理，是他，就这小白脸。张经理，就是他，冒充宋家二少爷，还砸碎了一个古董花瓶，你快把他抓起来呀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是帝豪大爷。就，二少爷，真是您呐！什么？这小白脸真是宋家二少爷？二婶，你看您在酒店也不说一句，我好派人接您去啊。张经理是吧？我砸了个古董，要赔吗？我就送一个古董啊，就是您把这个屋子里面的古董全砸了，那也不算外人的事儿啊。算你的钱。那个，有的人是不是得跪下来叫爷爷了？是你吧，薛建阳？嗯。哼，乔冉，别得意呀、啊，这事还没完呢。张经理啊。他打碎的可是古董花瓶，这事儿就能这么算了？在云州，谁不知道宋家是最强？即便是二少爷，也不能为所欲为吧？宋婆，你还想干嘛？你还想干嘛？最起码得赔吧？赔。这酒店就是人家二少爷的呀，啊，人家砸多少那是人家的事情，跟你们这些外人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可二少爷打碎古董花瓶，张经理得上报吧？咋了？还想插手人家开发宋家的事儿啊？不是，我只是想提醒张经理，你如果执意不报的话，那我报。你。哎，你能报给谁啊？全权负责酒店事宜的执行总裁徐建元，徐总。你还认识徐总呢？谁说他不认识我呀？李仗，你来了。李仗，
宋家二少爷打碎古董花瓶，张经理还执意不放，这真不知道张经理私下收了二少爷多少好处呢。哎，你别信口雌黄啊，徐总，那不是宋家二少爷吗？二少爷，他打碎了花瓶就可以不赔吗？难道你来赔？二少爷，我说你赔了古董才能走，你理解？你有什么身份证啊？你有什么身份证啊？我是这家酒店的执行总裁，我让就这个狗仗人势的东西。二少爷，不赔是吧？别怪我不客气。来，抓住他！哎，动手！徐总，他可是宋家二少爷的正舵子。哎，徐总，他可是宋家二少爷啊！二少爷，在这里我就是王。来人，上！宋家的人你们都敢动？你不要命了吗？打呀！宋南京，没事，我不用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徐总，你当真不要命了吗？你就不要命？怎么样？我就是砸爆他的头，你会夸我办事得力？哈哈哈哈哈！够了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谁给你的胆子？大哥，大哥。叫什么？大哥，你可算来了。哥哥，真没想到这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您呢。哎，宋总，您来了。你哆嗦什么？刚刚不是要打爆我头吗？你来呀，来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二少爷，这都是误会呀！你就借我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真打呀。你不敢，徐总。你可是这里的王，我看你敢得很啊！您大人不拘小人过，就放小的一马啊！现在就有，晚了。宋家总裁，他们刚才可是老欺负你弟弟的，你可得为他做主啊！徐总，宋家的二少爷在你眼里连一只花瓶都不如吗？哎呀，不，宋总，真的是误会，真的是误会，求求您，您放过我吧，二少爷。大哥。刚刚这狗东西不仅欺负我，还很嚣张。你瞧着说他是穷鬼。嗯。他不是吗？嗯。我招你什么呀？我招你什么呀？大哥，你凶我们干什么呀？明明是这群狗仗人势的东西欺负我们。你是宋家的二少爷。却被这些人欺负成这样，我看该反思的人啊是你。司总，不过绝对不能轻饶这狗东西。哎呀，爷爷，总爷爷，小总总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不敢了，饶了我吧。不给你点教训怎么记住？大哥，你让冯池把这几个狗东西胳膊都卸了。冯池，照二少爷说的办。是，冯总。不能开枪，我们赶紧走。不能走，现在还不能走呢。为什么不能走？我是来找孩子的生父的，我孩子的生父还在里面，我就算要走的话，临走之前就得找他们几个人。孩子的生父不在里面。哎呀，在不在里面，做一做亲子鉴定就知道了呀。宋总，你能不能不要打乱我的计划？乔然，你跟几个男人鬼混，自己不清楚吗？总之，我受不了这个，赶紧给我回家。哎，等等，咱们不等等你弟弟了吗？不等他，遇上他母亲就来了。这几天，他要在家面临欺负。宋大人要来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咱们就是必须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乔然。乔然，
没有任何人敢觊觎我的女人。乔然，乔然。我现在关门啊，我现在关门。门关了。我是让你出去关门，你出去，出去。行行行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，我现在就出去啊，我现在出去。啊，孙总，您是不是该走了？我得休息了。乔然。孙总，那您就请走吧。乔然，15年前，有人出价买凶杀我。杀你？谁啊？我的继母。孟丹青的母亲？对，我从凶手手里逃出来之后，是你救了我。我从凶手手里逃出来之后，是你救了我。站住！玉凤，贝贝，醒醒，快醒醒！你是死了吗？哦，还有气儿。这个馒头给你。你已经昏迷3天了，你终于醒了，赶快吃点馒头吧。谢谢。你有亲人吗？如果你没有亲人的话，可以和我一起回孤儿院。孤儿院？对，孤儿院。孤儿院每天都有馒头吃，我还可以保护你。哦对了，把这个送给你。他会保佑你一生平安，你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我当时返回仓库去找你，你连声告别都没有你就走了。我父亲当时找到了我，我被送去医院救治了。好吧，也是，你当时伤得那么重，如果不赶紧去医院的话，恐怕随时都会咽气。这是你当初送我的玉佩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没想到你还带着它呢。对我而言，它是跟我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，我当然每天带着。哎呀，没有，这就是个几块钱的小玩意儿，以后你还是换个好的吧，跟你的身份更相配。我不在乎它多少钱，我只在乎这是你送给我的。等我以后有钱了，给你换更好的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件事情很好奇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？3个月前是你找到的我。啊，对啊，是我找你的，就是吧，我就是好奇你竟然认识我。我一眼就认出来你了，我只是生气，没想到15年过去，你竟然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啊，哎，这些都是意外。乔然啊，我知道你小时候受过很多苦，所以我理解你的败笔，理解你的贪食。我谢谢你啊，比人还乖好呢。所以只要你想要，我就给你。别说500亿了，你花完了我再给你500亿。别说这500亿了，你想要5000亿我都给你。我靠，我真有500个亿！我靠，我真的有500亿！你能不能收收你的张牙舞爪？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就是一时之间太激动了。乔然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想给你更多，但是你真的太失望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首先。前两天真是太混蛋了。乔然，你真的回来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有什么我知道？我被第二人格占据3个月的事啊，我回来了呀。我就说本心未移。不信，乔然，孩子是我的，我会光明正大的娶你。但如果孩子不是我的，我也一定不会放开你的手。
原来当年大哥被暗杀是妈一手策划的，难怪这些年大哥一直不愿意亲近我。大哥，亏什么都不知道，但乔冉是唯一懂我的人，我不会把我的唯一让给你。这二傻，你不是在家面壁思过呢？凤二傻，你不是在家面壁思过呢？乔冉，我不放心你，我溜出来。有我在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大哥，你被人伺候惯了，正是因为有你在，我才不放心。照顾乔冉这种事，还是我做得到。宋二少，您也是宋家的少爷。乔冉，你忘了，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我照顾你的。哦，对啊，没忘，当然没忘。谁也不行，让他留下，让我走。我哪敢呀！您二位是亲兄弟，当然是都。不行，你要走你也得让大哥先。那宋总您先走。他的话也能信，让他先走。那宋二少，要不您先走吧。不，让他先走，大哥不走我也不走。哎呀宋总，您不会是想咱们在这耗一晚上吗？我可还是个孕妇呢，我得好好休息休息，您就体谅一下。那你先睡，我等你睡着了。啊，你们两个都不走是吧？行，我走。乔冉，未成年，你切那么多西瓜干嘛？吃啊。岳父姓韩，不宜吃西瓜。是我们吃，我就吃。那乔冉说了，谁先吃完，他就和谁结婚。包，我也包，包，有的吃。哦，那乔冉，连医生说他放弃竞争了。重感情。连医生怎么来了？来吃瓜的。连家已经捉襟见肘到这种地步了，连个瓜也要蹭。哎，大哥，是乔冉他们。他倒是不爱。大哥，乔冉说了，谁要是先把这些瓜吃完，他就和谁结婚。无聊，懒得跟你们胡闹。宋丹青，既然你哥不参加，咱俩。哦，连文。你也跟着胡闹，宋总要是觉得胡闹的话，来，一群幼稚鬼，来，准备，开始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开始计时，三、二，哎呀！那个，我厨房还有三个二十斤的大鸡排，要不也给你们一块切了。我赢了。你们在比赛吃西瓜？不是你的意思。啊，我敢耍我，看我抽了你的筋！快点，救救我！哎呀，宋大总裁，这大清早的发什么大火干什么嘛？你问问他，干了什么好事？你干什么了？啊，乔冉，西瓜性寒，孕妇不能多吃。我知道你这些西瓜舍不得扔，我想办法解决了。谢谢你啊。但是，宋大总裁他可是你亲哥，你得尊老爱幼啊，你怎么能这么搞？我不管，只要是为你好，其他都不懂。宋丹青，你长能耐了，连我都敢耍。大哥，那我问你。这些西瓜不吃难道扔了吗？扔了又怎么样，他还能跟你拼命不成？扔了又怎么样，他还能跟你拼命不成？他倒是不会跟我拼命，可是他会不开心啊。宋岳父呀，要敬仰你们两个，少在这吵。
那行啊，连医生，你以身作则，先走吧。好、啊，乔然，走，咱们去医院见。嗯，大哥，我陪你一起。啊，未成年，你去了只会添乱。我怎么就添乱了？我必须要陪乔然一起去。没事没事，有连医生就够了啊，放心吧放心吧。不过，嗯。我会给乔冉配国际最顶尖的医疗团队，为他的孕期保驾护航，以后就不劳连医生费心了。我不管你给谁配顶尖的医疗团队，但乔冉必须跟我走，我拼不上。乔冉，你的情况我最了解，走吧。那个孙子他，连医生可是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天才医生，有他给我保胎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你要跟他走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哥，你就这样让连博安把乔冉带走了？他自己选的。这连博安有很多理由拖着乔冉，到时候这乔冉真就被他拐跑了。连博安肯定有很多理由拖着乔冉，到时候这乔冉真就被他拐跑了。我相信他不会。我不管，我追我追。乔冉，以后你按时做检查，整个过程我都陪着你，放心。林医生，谢谢你啊，等我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就不会再来麻烦你了。乔冉，那个孩子很有可能是我。林医生，你不是已经给孩子做过亲子鉴定了吗？别再诓我了。那天那个亲子鉴定，乔冉，孙二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连医生，那今天谢谢你啊。回去注意休息。嗯，那连医生再见。乔冉，我们走。乔冉，其实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孩子生父的事，我在乎的只是你。除了宋时墨，这一百多个男人在乎的都是我的第二个，我不是他。乔冉，带把事人回家，不准再让他出来。是。手术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再供你母儿子，老娘我今天必须给你个教训，交代对方，请要他们死光，不管死活。是。好了，大夫找我来了。拖住他！快，把事你先带走。哎呀，乔冉，别动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好。我不动，只要你把他放了，任何法剑任你开。陆什么？乔冉，别动！不要伤害他！你们不就是图财吗？想要动手？看不见。宋总果真是豪爽啊，但是你这笔生意我接不了。继续僵持下去，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。时间拖一分钟就危险一点。宋总，我们本来干的就是刀口舔血的买卖，钱我已经收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呗。胆敢伤他，我你们全家陪葬！胆敢伤他，我你们全家陪葬！动手！什么？我想饶你们一条生，但是你们自己找死！啊不准伤他！你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杀了这个女人。好，我不动，你们放了他，控制我。我的价值可被这个柔弱的女子打破了。把宋总绑起来，让兄弟们好好的捞你，够几辈子花的。
王锦。什么？到了。劝你们不要自找死路。那咱们绑的算什么？这事了不了呀？了不了？了不了？那就杀了呗！苏志墨，苏志墨，是，等等，我要你们陪葬。志墨，宋总想逞英雄是吧？去阎王那里捅去吧。苏志墨，苏志墨，先弄死小的。住手！那什么，那什么，你撑住，别医生来了，咱们得救了。那什么，别哭，我没事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苏师傅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，苏师傅！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快救救他，他好像快不行了，你快救救他！医生，你快救救他，他好像快不行了，你快救救他！乔然，孕妇切记大喜大悲，别紧张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连医生。你快救救他！你快救救苏师傅！我救救你！你更要紧。我没事，你先救他，你先救他！我救救他！小雨，放心，他死不了。连医生，警察和救护车都到了。好，先把他送去医院抢救。好的，连医生，快！林医生，你不走吗？你们先走，我留下来等候。谁派你们来的？目标是宋家，还是那个姑娘？好，不说，那就让你们永远都不见。你们动了不该动的人，这次只是小丑，下一次让你们全家陪葬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伤还没有完全好呢，这么着急住院干什么呀？臭小子，医院有太多不方便，在家休息也好。身体是你自己的，你要你自己对付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身体第一，我了解。谁跟你有家有室了？你，乔然，我认定你了。宋总，对不起啊。我还是要找到孩子的生父，所以你的感情我没办法回应。乔然，上次的鉴定结果被人动了手脚，所以结果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份鉴定结果可是连医生亲自去取的。连穆安也发现了这件事，所以他已经在安排第二次鉴定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宋二少跟连医生都有可能是孩子的生父。对，而且孩子的父亲只可能是我们三人其中一个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跟多少男人鬼混过，你自己都不清楚吧？我那都是第二人格做的事，我哪里知道。所以我们三个其中一个就是孩子的父亲。宋时墨应该是调查过，所以才会这么说。看来这第二人格也没我想的那么糟糕。我要你，不管有没有这个孩子，就算这个孩子不是我的，下个一定是。宋总，
您还真是不拘小节。宋总，您还真是不拘小节。我就乐意去当爹，再说我都不介意，你介意什么？小冉，吃饭了，麻烦连医生给我拿过来。我给你拿。坐。宋总，要是需要伺候的话，你还是回宋家。连医生，你就给伤患和孕妇吃这些？我倒是不介意你把你那些大厨和营养师供下，毕竟确实孕妇需要营养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这个人的价值清淡的，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，挺好的。你不是无辣不欢吗？啊，我从小就不喜欢重口味啊，我一直都吃得很清淡。是吗？对吗？他最近的饮食确实很清淡。确实，孕期不影响孕妇的口味，孕妇清淡的挺好。沾不得辣椒，看乔冉脱口而出的反应，不像是说谎。哎，以后的一日三餐都有人专门给你送。连医生今天都拿过来了，不吃不太合适吧？宋总，连医生今天都拿过来了，不吃不太合适吧？他只不过是顺路带的，也不麻烦。宋总，咱们上次被绑架的时候，要不是连医生及时赶到，咱俩早就成鬼灰了。乔然反复提醒，是你那天及时赶到。行吧，我呀就屈尊降贵，不了了。宋总，你还是别吃。怎么，连医生给我下砒霜了？砒霜都毒不死你这种吸血鬼子。那我倒是很好奇，连医生给我下了什么毒？一滴就能夺命的剧毒。连医生，你要是真敢下，那我还就真敢吃。哎，你不怕他真下毒啊？怕什么？他还真敢毒你不成？不过是过过嘴瘾罢了。连医生，那你也吃，你也吃。乔冉，啊，吃，吃我的。都吃。麻烦连医生收拾一下垃圾。啊，不用不用，连医生忙前忙后的已经够辛苦了，我来吧。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我来了。麻烦你了。谢谢连医生。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宋总，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我这儿了。我要看着你，我才安心。对连医生说啊，我是孕妇，我得在家今天好好休息。连医生，连医生，又是连医生，你就那么听他的话？啊？你很在乎医生？我，他是我的医生，而且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救命恩人，乔冉，他的救命之恩我会其他方式百倍偿还，但是你最好别跟我整出那种以身相许的幺蛾子。我整什么幺蛾子啦？我这是遵医嘱。你要是没点花花肠子，那一百多个男人哪来的？我的妈！意外，那只是个意外吧。什么样的意外能让你整天在男人堆里乐此不疲？可能是精神分裂。对，
是精神分裂。精神分裂，推卸责任，你倒是挺有意识的。那个，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带点水吧。乔然，我知道你的过去，也懂你的伪装。你没有家，我给你家；你缺失的温暖，我补给你。你试着接受我一次。你不用着急回答我，我有耐心，你可以等。苏什么？乔然。乔然，我回来了。这玩意儿啥？您不用来我这儿，我能照顾好我自己。乔然，你这要赶我走吗？逃出来的吧？你妈知道吗？我放心不下乔然。放心不下？他的危险都是你带来的。宋二少，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我知道。知道还不赶紧走。乔然，让这臭小子赶紧滚。宋二少，要不你今天还是先回去吧。乔然，你的意思是说等大哥走了我再来啊？啊，你做梦。我们已经住一起。你们都已经住一起了。我生病了，伤得很重。有问题吗？大哥，你受伤就去医院，你跑这里来纠缠乔然干什么？为了让他安心。我不同意。没有住在一起。你大哥就是搬到了这一层，他住对面。啊，那确实如此。晚上回去睡的。乔然，大哥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啊？乔然，让他赶紧消失。孙二少，要不你先走吧，改天再过来。乔然，我在这里好歹能照顾你，他能做什么？难道让你的孕妇照顾他吗？孙南青，麻烦你出现之前，能不能先稳住你失控的母亲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妈伤了你。孙二少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已经不是你母亲第一次对宋总动手。孙二少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已经不是你母亲第一次对宋总动手。乔然，我妈这次不是要谋害大哥，其实我妈对大哥没有那么大的敌意。那挺好的呀，反正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。宋丹青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乔然，你妈本来要谋杀的是谁？难道是我啊？怎么，你还感觉很荣幸啊？不，我是觉得我何德何能啊，让宋太太对我。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孩子？对。你不配为他宋二少生下孩子。不是这样的，乔然，我一定能说服我妈，你相信我。是啊，我不配。可你呢？你也是宋氏财阀的继承人。我也不配成为你孩子的母亲，那你为什么要天天往我这儿跑呢？我是宋氏财阀的继承人，但是我不需要我的妻子给我锦上添花。谢谢啊，真的有被安慰到。乔然，大哥说的都是真的。大哥能有今天的地位，全靠自己努力得的。而我。我想知道，你母亲不是已经看过亲子鉴定了吗？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呀？因为我这个好弟弟还没彻底跟你断绝来往。宋二少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宋二少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对不起。那天被绑架，如果不是连医生及时赶到，我和你大哥早就成骨灰了。我保证他不会再伤害你，我也会说服他同意我们在一起。乔然，我妈一直很尊重我的想法，你相信我。你妈妈保证尊重你，就不会那样伤害你喜欢的人。他认为那是为了我好。那你呢？你接受吗？我当然不接受。是吗？我不会再容忍任何人伤害你，包括我妈。那若再有下一次，你又等。我绝食抗议，还是断绝母子关系？那你呢？父亲也不会同意你和乔冉在一起。如果父亲要伤害乔冉，你又能做什么？父亲，这整个云州谁敢与我为敌？这云州我说了算。所以你每天耗在我这里是为了保护我？我若不在，你早被人剁了。谢谢你啊。你保护得了他吗？你保护得了他吗？我能。可上次乔然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被人绑架了。我
这次幸亏我跟连医生及时赶到，下次呢？达德，我一定会说服我妈，那接受乔冉的。叶满婷，你也不想某天一觉醒来，乔冉已经一尸两命了吧？我不会放弃乔冉，我不会放弃达德。 宋二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就连这个外人都能住进这里吗？连医生对我和你大哥都很有帮助。哎，宋母亲，你在这儿，你妈要是知道了，不会立刻派人把这儿围起来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这儿待着，赶紧走吧。宋二少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乔冉，我只是一个小人物，根本就惹不起你们。 连医生和你大哥不可能时时守护在我这里，我只是一个柔弱的孕妇，根本就无力自保，还请孙二少爷体谅。小冉，你怎么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对，我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乔冉了。不是，乔冉，你以前潇洒随性、敢爱敢恨，不是现在这样的。是，我以前一个人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。 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现在已经有了牵挂。你是你孩子的孩子，你不能因为有了孩子就不做你自己啊！可他已经来了，我总得尽全力保佑他降生吧。乔冉，我怎么就成了阻碍你的罪人呢？我是爱你的呀！不会挂了啊，赶紧离开，乔冉，乔冉。 你们不忍心，我忍心。乔冉，乔冉，乔冉，这个把他关在门外是不是不太合适？那你让他进来。那让他进来吧。你敢？我这不是为你们兄弟关系考虑的吗？我跟宋丹青的关系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我就是最后一说，像你们这些什么世家豪门的温院，我一个外人，我哪有资格插手？ 说什么？聊聊，好啊，聊聊。哎，等一下，聊聊可以，但是咱可不行动手啊！你说你们两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总加价多不好啊？你怎么转性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就希望全天下的男人都为你打得头破血流吗？那都是以前了，我确实有过这种伟大的想法，但是我现在。 不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吗？得收收心，你歇着眼睛，歇着眼睛。早就放下他们的劲，这个女人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。乔冉，回避一下。啊，算了，宋叔，进屋。哎，妹妹，好。哎，这是我家哎。我这屋不隔音，音乐不用放这么大声，我也听不见。 哎，不是，你们俩都进去40分钟了，你们在里面生孩子呢？林医生，你们聊完了？聊完了。哎，能方便告知一下你们刚才聊的什么吗？不方便。林医生辛苦了。辛苦？你们在里面干什么了呀？这么辛苦。 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想知道？求我！求你了，你就告诉我吧。3天后我们订婚。订婚？你们？我和你？你和我？你和我订婚？3天后你跟我订婚？怎么了？不愿意？按理说吧，我是得对你感恩戴德的，但是我没想过结婚啊。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我是这108个男人中你最好的选择。哦，不，我留下来这个孩子不是为了赖上你们谁，我就是想生下来给我自己做个伴儿的。跟我结婚，你就多了一个伴儿，你赚了。你。 话也不是这么说。聘礼是
5000亿。我办，戴琪，戴琪，你答应吗？哎呀，宋总，就是这个吧，你说的这个就很难让人不同意啊。你这是答应了？乔然，你真没让我失望。哎呀，男人的话哪天说变就变，但5000亿，钱可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即使这个孩子不是我的，有了这5000亿，你以后也会有安全感。哎呀，确实是这个道理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。你和孩子都有权利知道父亲是谁，但是。但是。但是当下你嫁给宋时梦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的未婚妻不行吗？严家的情况更复杂。不过乔冉你放心。我只要知道孩子是我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乔冉既然已经答应跟我结婚，孩子就只能是我的。宋总，林医生，你们可真是好样。第二人格，你到底有多大的魅力才能放倒宋氏兄弟和连曼这个大宝贝？宋总，准备好。三二一。宋总，再亲密一点。三二一。宋总，请过目。这张吧，作为订婚照的官宣照。好嘞，宋总，我这就把照片发给全云中的媒体，让全网都知道你和乔然小姐的订婚喜讯。去办吧，这次订婚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。哎，宋总，那这官宣新闻一发，咱们这婚礼是不是就算作数了？当然，你放心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一定给你补一个盛大。哎，婚礼不婚礼的不重要，主要是吧。那个钱，婚礼的财产规划我都已经做好了。风池，合同拿了。这合同你签了，生效。这么周到。来，连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给。送你的贺礼，我还有礼物收。妈，不打开看看？哎，像我这种俗人，连医生送给我的肯定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不用打开，谢谢。宋师母，你用宋家的官网和乔冉官宣，就不怕你爸知道了？妈，我想干的事儿，没人能阻拦。我想干的事儿，没人能阻拦。也是，宋家官宣了，那些对乔冉不利的人。给他垫了垫了。乔冉，虽然这次订婚是世纪同权，但是我要娶你，想给你奉足一生的心，从始至终都没变过。乔冉，嫁给我吧。宋时墨，其实这个时候，我真希望孩子是你。你放心，孩子一定是我的。下来，我不同意你们订婚，是个什么东西，男人本少爷。马少爷，做对了。同学，放开他。我不同意你，滚！干什么？宋大清，你冷静一点。宋什么？你要是敢娶乔冉，我就杀了你。好啊，那就看看是你先杀了我，还是我先弄死你。我就算死，也要把乔冉抢回来。我就算死也要把乔冉抢回来。风池，宋总，放了我。可您的伤还没好。说放开他。你是天之骄子，你有整个宋氏财富，你可以有无数的红颜知己。你这样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大哥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我都不可能赶上你。你什么都有，
我只有乔冉，他跟我求你了，你把乔冉还给我。郑南青，是男人，你就站起来，动动乖乖打一架。大哥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什么都可以不讲，我只要乔冉，我只要乔冉。你要是发泄的话，我就给你打一下。但是如果你敢跟我抢，就拿出男人的样子来，你实力所望。为什么你什么都有，非要跟我抢乔冉？为什么你什么都有，非要跟我抢乔冉？南青，你清醒一点，我不是你爸妈，我每次都让给你。大哥，你是素质才发厂部人，人群中那么多千金级的医院你都不要，为什么要抢我的乔冉？别忘了，是谁把事情推到今天这个地步的？我爸已经答应我了，不会再干涉我的感情了。是吗？冯迟，告诉二少爷，你的人已经处理了多少爱上乔冉，加上昨晚的两人，已经处理了十余人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二少爷，千真万确。我妈答应过我，不会再伤害乔冉。你们骗我！二少爷，我怎敢冤枉宋晨？宋晨为了斩草除根，甚至于想杀了宋总。证据？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你就是胡说八道！宋晨清，就回家给妈要去。宋二少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别管，这个事我来处理。乔冉，你说过，无论你见过多少风景，看过多少人，你都不会推开我的。你冷静一点，一会儿咱们好好说。乔冉，你不能自豪，我就在漩涡里自己摔，你不能丢下我。宋丹青，你放开他。宋丹青，你千万别伤害乔冉。宋二少，对不起，我。乔冉，我不服，大哥也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凭什么你会选择他？凭什么？宋二少，你冷静一点好吗？不好。我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心爱的人嫁给我大哥呢？宋二少，其实你爱的人不是我。乔冉，我爱的就是你。我长这么大也只有你在乎，也只有你愿意陪我去做那些疯狂叛逆的事。以后那些事情永远都不会再提起。乔冉，我可以爱你所爱，赠你所赠，换我来迁就你好吗？对不起，宋二少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了，真的很抱歉。那你之前给我的承诺呢？那你之前给我的承诺呢？我就是个渣女海后啊，那些事情逢场作戏玩过了，以后我得为我肚子里的孩子考虑吧。好人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世俗了？宋二少，你当然可以说别人世俗，因为你从小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，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。我为什么要知道？快乐和自在才是我追求的呀。你当然可以，可我没有资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钱没权势没背景。这些都不重要，你有我。算啥，上次我被绑架时就在我旁边，但是如果不是连医生和宋时墨及时赶到，我这条命可能早就没了。所以宋时墨的未婚妻于我而言就是张平安。我也可以变得更强大，我也可以保护好你的。当然可以去变得强大，去保护那些你喜欢的人。乔冉，我只想保护你。只是你现在能保护得了我？够了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凤泉，咱给我丢出去。是。宋时墨，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乔冉嫁给你的。别敢动我儿子！别敢动我儿子！放开我儿子！宋时墨，丹青再怎么样，他也是你的亲弟弟，你竟然这么对待他！宋晨，你来之前都不先问清楚你儿子干什么吗？他是个孩子，不管做什么，你作为长兄都应该包容他。是他父亲，没有义务包容他。哼哼，看来你还真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机器，怪不得你的父亲不恕你冷血。恕了我，我大权在手，我还会在意别人的看法？说得轻巧，你不在意的话，你娶这个宫女，还不至于跟你父亲
低声下气的喊道：“宋晨，你再不带点你儿子过来，休给我翻脸！”儿子，咱们走。妈，我不走，我只要小冉。你把我把小冉抢回来，只要你把我抢回来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丹青，你别再钻牛角了，这个女人她根本就不配你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就不纵容我这一次好吗？啊，不可能，死了这条心。帮我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你居然为这个女人连命都不要了！是，如果没有乔然，我宁愿去死。儿子，你喜欢的人已经被这个女人给杀死了。妈，咱说实话，乔然好好的站在这儿呢。儿子，现在站在这里的女人，跟你认识的人，她不是同一个女人。这就是乔然。哎呀，我早料到你不相信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上来。唐医生，他是谁？乔然，你说。乔然，你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杜二少，其实我不是你认识的人。你就是乔然。我是乔然，但不是你认识的乔然。你在说什么？乔然就是我认识的乔然。不，你认识的那个乔然已经被我杀了。啊，被你杀了？乔然，什么意思？乔然，什么意思？其实我是多重人格，我的第二人格主导了我的身体三个月，我只有把他杀了，我才能回来。不，这太荒谬了。乔然，你一定是为了拒绝我，所以随便编造了谎言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是事实，我真的把他杀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这位唐医生是我的心理医生。一年前，我被诊断出有双重人格。直到三个月前，第二人格彻底主导了，占据了我的身体。我还是不相信。唐医生这次前来，想必一定带了足够的证据吧？嗯，带了。这些证据能够证明，第二人格在过去三个月的所作所为，的确与乔冉小姐无关。唐医生，拿给他看看。孙二少，请看，这是一年前乔小姐被确诊为双重人格的诊断。啊，还真是双重人格。是，乔冉小姐确实是双重人格。乔小姐在医院的就诊记录、过程以及身体情况，院方都有存档。我向院方申请扫描了一份，二少爷请确认一下。不过，乔冉还活着。没有死，他没有死。大人，你给乔冉赔死。宋丹青，都退后。宋丹青，你冷静一点，把他放下，不要伤害乔冉。宋丹青，冷静啊！杀了这个骗子，他要偿命。宋丹青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退后！你退后！啊！儿子，你这是要干？我不管这个贱女人死活，我只要我儿子平安。乔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别想活命。乔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儿子别想活命。他们上电台了，走，快点！啊，别动！别动！宋丹青，你要搞清楚，你认识的那个女人才是骗子，你胡说！那个女人不仅抢占乔冉的身体，还勾引了无辜男人。乔冉是无辜，她才是受害者。她无辜，她杀了乔冉，是她让乔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。宋丹青，第二人格抢占乔冉身体的事，作恶无数，又找谁算？爱找谁找谁，我只知道杀人就该偿命。宋丹青，不管是算账还是偿命，都是乔冉自己的罪。我们所有人都是外人，没有任何决定的权利。林本，你给我闭嘴！宋丹青，只要你答应放了乔冉，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等等，宋师母，你答应任何一切要求？当然，只要你们不再找乔冉麻烦，任何条件随你们开。好，我要你一半的股份给丹青。太太，
抓这么大的狗也不怕噎死。你快闭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怎么样，答应吗？宋总，看样子你对这个女人也不过如此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宋氏财阀一半的股份我以赠送的名义给宋丹青。儿子，儿子，我们有钱了，我们有钱了。宋丹青，你妈已经替你做决定了，还不快放了小冉。你赶紧放了他。我不让你给我做决定。宋丹青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宋石墨，我不稀罕你的臭钱。乔冉在我心中胜过世界一切。你哥一半的股份够咱们母子十辈子的挥霍，到时候你说这一个女人就是成千上万个女人，那也是一句话的事情。你闭嘴。儿子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，我永远不可能拿乔冉做交易，永远不可能。宋师傅，你敢伤他，我让你偿命。你想救他，那就和乔冉一起陪葬吧。你想救他，那就和乔冉一起陪葬吧。儿子，宋丹青，你冷静一点。宋丹青，你冷静。都不许过来，否则我一刀割断他脖子。宋丹青，你杀不了我。是吗，大哥？刚才一刀可是正中情了，加上你旧伤未愈，我现在让你死轻而易举。宋大清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赶紧放了你大哥。妈，你别心惊作态了，宋石墨这么精明的人，他会不知道这些年谋杀他的事吗？你在胡说。杀宋石墨是你谋划了二十几年的事，今天我杀了就当是尽孝了。你快被一个不存在的女人手足相残吗？这些年处处针对大哥的是你，就算手足相残也是你教我的。我逼你，我就是算计他，那是为了你好呀。闭嘴，你不要打着为我好的幌子透支，我不需要。丹青，妈妈把最好的给你难道错了吗？宋氏财富的掌权人就一个，只要宋氏莫在，就连你爸爸都要让着他，你知道吗？就算我当了掌权人，我是那块料吗？就算我当了掌权者，我是那块料吗？儿子，是爸妈错了，你放过你大哥吧。你今天要是酿成大祸的话，你这一辈子就彻底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杀了他，再杀了那个女人，为乔冉报仇后，我也会为乔冉陪葬。儿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陪葬？你是在吓唬妈妈是吧？我要去陪乔冉，去找真正懂我的人。不对啊，你儿子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儿子？你是完全不顾妈妈的死活呀。妈，从小到大你为我谋划的那些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死活吗？如果不是宋家二少爷的身份在，我早就被人千刀万剐无数次了。丹青，我追求自由有错吗？我不想做提线木偶有错吗？妈妈错了，妈妈不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给你。妈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原谅妈妈？妈，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觉得我所在的世界是冰冷，唯一能给我温暖的乔冉死，我活着就像行尸走肉。不，你听我说，你还有妈妈，还有爸爸，你的未来还很长。我不需要，我只要乔冉，我只在乎他。小心肥子！连医生，拜托救王送走。我现在要杀了你，为乔冉偿命。你就可以杀了我，可你要杀了那个孩子吗？他也该死。是这个孩子是他存在过的唯一证据。宋丹青，这个孩子是他的。乔冉的孩子，他是消失，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了。可是这个孩子是他在的时候存在的。这个孩子是他的，宋丹青，你真的要杀了他吗？乔冉和我的孩子。是啊，这个孩子也可能是你们的。
就是姑娘，正正点。就这货色，还需要我亲自出面？哎，二少，这是说金子吗？胜在清纯。对对对，够清纯。喜欢，喜欢。哎呀，很是喜欢，但是油盐不进，拿不下。对呀，二少。服务员。请问几位还需要加点什么？跟我兄弟们喝个交杯酒，这钱你的。哟，让你走了吗？怎么再个上前一步，今天你们这店就别想开了。你不是一般人，他们开的车都是几千万的限量款，我们惹不起啊。那就不要耽误人家小姑娘的财路了。各位老板，吃好喝好，这顿我请。现在老实了吧？把这酒喝了，这钱依然没。不会喝酒。真听话的，哎，给我喝，给我喝！人家说了，不行。又来了个多管闲事儿、啊、呀，兄弟们，这妞长不赖呀、啊，是吗？他可以不喝，那你怎么？小意思，这杯是吗？等等，还有什么条件？一定说了。死了、啊啊啊啊啊啊、喝了。二少真会玩呀、啊。美女赶紧喝吧。你看二少专门为你调制的大排档版血腥玛丽。喝啊，快喝。就这些小打小闹的、嗯、真没意思。这杯酒我喝了，这钱你还是得给小妹。厉害厉害厉害！你干什么？啊，给呢？拿着。这钱我不能要。没事儿，拿着吧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欺负。嗯，谢谢小乔冉。对了，以后别在这工作了，换个地方。哎，你和他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么帮他？不是啊。如果我能像他一样无畏，有勇气，该多好。乔冉，现在知道求救了。你每天故意接近那些人，流血哀伤嫌自己，真的不就是死吗？救我！弟弟，这个世界上呢，有一种人每天都不敢睡觉，因为他怕睡着了，就再也见不到第二天。小人，救！弟弟，你有一条完整属于你自己的生命，你应该珍惜。你得珍惜。你每天都能够活着行吗？活着看着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，其实很幸福啊。如果你活着，每天都有人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，让你成为不想成为的人，你还觉得幸福吗？那我用假设反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形单影只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又孤独的活了一段时间，最后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，你觉得这是幸福还是痛苦？明白。明白没用，你得做到。只有真正爱自己，才能做那些只让自己快乐的事。如果你遇到伤害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世界已纵容我，我就抱这一个。谢谢你，教会我们什么？世界已纵容我，却抱这一个。乔冉教会我如何生存。就是让我不珍爱自己，可没有他我真的活不下去。对不起，原谅。你在这要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陆少，你只能这样。送公公快不行了，快送医院。宋总，行了。乔冉怎么样了？
他只是受了皮外伤，没什么大事。梁医生不是妇产科医生，怎么会在这儿？乔然守了你三天，我看他快不行了，才帮他守。原来如此，他人呢？刚替我办了个休息，怎么叫过来吗？不用，让他休息。好了，既然你现在醒了，我帮你把护士叫过来，有什么事儿你交代他就行。多谢，不客气。哎，梁医生，你早就猜到乔然不是那个到处乱去的凶手。哎，梁医生，你早就猜到乔然不是那个到处乱去的凶手。我有怀疑，但是我没有查。直到你查过来，我只是向唐医生打听了他的情况，并没有查。其实我也有所怀疑，一个人的前后性格怎么能差那么多？是，喜好口味完全不一样。是，我只当他是像手术过他的器皿，随便的败绩、虚荣。越是优秀的男人，越是往上。原来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所以现在真相大白了。哦，对，宋总，这几天宋家的人来了很多。是吗？细心就太罢了。我都以你没有不利兄弟危险为由拒绝。既然现在你醒了，好好处理自己家的家事。我会处理。儿子，你伤口很深，还不能下床活动。要不是你心脏异于常人，早就没命。我当时就说过，他杀不了。既然你现在脱离生命危险，我帮你把风池叫过来，有什么事儿你交代他。多谢林医生。宋总。您终于醒了，去问曲国仁医来。是，我这就去。你是不是嫌你我太长了呀？林医生放心吧，我没硬的。我告诉你，医生最可怜的就是你不听医生尊重。乔然，醒了。嗯，宋什么，我觉得你就听医生的呗。有些事我不第一时间告诉你，不信你不安心。好，那你说，说完了赶紧去病房里好好休息。我这宋什么未婚妻的身份还没捂热了，你可千万别活我挂啊。好，你放心，有你在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我来就是想问你，宋丹金的处置你有什么建议？我吗？对，你有什么建议？有外人吗？他伤了你，你是受害者，不是外人。虽然他伤了我，但也情有可原，毕竟是我骗他的钱吗？我刚跟我父亲打了个电话，家里已经安排他出国了，他自己也同意了。他自己同意的？那挺好的呀，他一直顾诉的不就是自己一生都被安排，从来没有自主选择权吗？我告诉你担心的事儿，就是为了让你放心，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。我知道你是想让我放宽心。乔然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咱们可以做第二次亲子鉴定。做吧。好，而且宋丹青也会出国了，所以咱们要尽快。林医生，你好像对亲子鉴定的结果不感兴趣。你不感兴趣？我尊重乔然的一切。那就尽快安排吧，毕竟结果出来了，大家都能安心。乔然，你放心，不管孩子是不是我的，我都会视如己出，你尽管随心决定。我觉得孩子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。好，那就有劳连医生安排了。好，我会尽快。乔然，我现在已经醒来了，你就不要每天守在这儿，让风池送你回去休息。好，那我走之前先把你送到房间里。我来吧。谢谢连医生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乔然，是我。你要出国了是吗？乔然，我放不下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是他。我知道你不是。但我很难把你和乔然当成两个人。乔然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那天是我失控，没有控制住情绪，对不起。我
我能理解。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好，那你一路顺风。乔然，我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可以吗？你说。这是乔然唯一的孩子，无论他的生父是谁，我请你一定保护好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像珍视自己生命一样珍视这个孩子的。乔然，嗯，可以抱一下，嗯，就一下。好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妈妈，别打了，他没有恶意的。没有恶意就能随便抱了？他不是不知道你是谁。他就是来跟我告个别。他抱了你？朋友来告个别，连抱一下都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大哥，我会在学上好好努力，不让你和爸妈失望。别弄那些虚的，你是好好学还是继续混，都是你自己的事。好。还不滚！乔然，叫大嫂。大嫂，嗯，你好好保重，我走了。一切顺利。你该休息了。跟我走，你也太小心眼了吧。好好休息，我守着你。好好休息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也不去你病房休息，你在那干嘛？自己的老婆得自己守着才放心。快休息。董石墨，谢谢你之前救我。你是我孩子的妈，我迁就你，天经地义的，睡吧。鉴定结果马上就要出来。嗯，警官，我有什么好讲的？如果孩子不是你，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？我要的是乔然这个人，孩子是不是我的，他都是我唯一的妻子。我怎么看你更重？如果孩子是，苏西，我希望你能和乔然解除关系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任由我们连家的骨肉流落在外。你们连家的骨肉养在我宋家。怎么，我还能亏待他不成？啊，如果是你的孩子，怎么养在我们连家？做梦！我告诉你，你们宋家，我们连家也有。还有，如果孩子真是你，我必须要带。孩子是你的，你坚持要带走，我无权过问。但是乔然是我唯一的妻子，我不可能看他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。宋什么，你别忘了，当初你和乔然订婚是不想让宋太危险。现在威胁已经解除了，他乔然不需要你成为宋时墨的未婚妻。哎呀，你以为我宋时墨订婚是过家家吗？那就谈不拢了。郑志国，谈不拢。连生，我们做笔生意如何？我不是商人，不就是？你有资格，我才跟你做这笔生意。但这笔生意仅限于你是孩子的生父为前提。继续。如果孩子是你的，我要调回宋家养。原因是乔然是我唯一的未婚妻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我不想看他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，所以只要你答应，任何条件随你改。任何条件？对，只要你行。钱、名利、地位，只要你说得出口，尽管来。好，小警官，我要你私下这样子。田医生，你居然是个爱财之人。老公，有什么不成？相比于妻儿在身边的幸福，这笔钱才是。宋总，答应了。答应了。鉴于鉴定结果出来之前，我宋时墨三分之二的财产有转赠的方式。嗯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些不过是试探你对乔雅真心的话吧。冷静，把鉴定结果拿出来。
把现金全部拿进来吧。雷墨，你早就知道结果，给我设陷阱是不是？宋总，也就比你早知道前路。雷墨，你敢耍我？宋总，我劝你啊，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总。雷墨，梁医生就是刚才给我的鉴定报告，你做梦。哎，不能笑。哎，没事，不准。怎么样？这就是结果。孩子是我的，如你所见，这个孩子确实是你的。梁医生，这份报告你没做手脚。宋总，你把我想的真实呢？这是专业机构做的，怎么我会作假吗？潘云洲哪家权威医院没你连家的股份？倒也是，所以你想更改的那个结果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所以你想更改鉴定结果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不接受？这样的话，我的利益是最大化。那你明知道结果，为什么还要做假事？算是帮乔染吧，看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。你不怎么样，不仅找到了一生挚爱，还马上就要当爸爸。怎么，羡慕？我说我不羡慕，你信吗？放心，连医生想结婚的话，我知会上宋氏集团的相亲网站，有优质的青年，你看。好，我谢谢你。乔然检查身体完了，你赶紧带他回家吧。那就不打扰了。好玩吗？连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特意找你们了，什么事儿？宋总，我拜托你。不要再让那些员工给我安排星期了，啊！我求求你。那不行，我跟乔冉得亲自看见你，否则于心难安呐。真的谢谢你。你谁呀？我是你叔叔，我带你去找爸爸妈妈。大哥，嫂子，严医生，我回来了。